这种地方怎么是被别人砍了多少次了？全是花石头，没有点像玉的石头。看这个石头，这石头就是石英石。能看到有这样的石英石啊，就证明是有的。我是不是穿少了？里边是件短袖，有点冷。这边都是石英石，都是石英石。小浪浪和小仙儿也在帮我们找，看能不能找到好石头。这边石头真难找，眼睛都看花了。找到的基本上是石英石啊，离玉化还很早。这块先留着，这块看着挺好看的。走下去，走，这边这边，别走错地方了。这块是刚刚是埋到沙里边的，就露出一小个角，小小的一个角。那么帮忙找啊，快去找石头去，快去吧。算了，满脸懵逼，叫我干啥呢？潘仙在那边捡，小仙子，小仙在这和浪浪玩。仙儿过来，仙儿不理我，卡在这儿疯了。我靠，你就像个推土机呀、啊！拖拖拖拖拖，我靠，全是灰。好了，别闹别闹，别闹别闹，可以让他们玩吧，让他们玩吧。说到水里面就不要了，全是泥，我靠，冲进去就不要了。石头真的就是石头，逛了一大圈了，连个奇石都没看上，但是好在捡了个籽料。嘿嘿嘿发财了，我发达了，捡了个籽料，红皮籽料，嘿，全是这种垃圾石头，就一点点好石头都没有。一点点都没有，崩溃了。这是个好石头，水晶，水晶。我操，还真的是个水晶。这个水晶，水晶，对，这个水晶挺大的。看来还是有好东西的嘛。哦，这两颗可以再见了。捡了个水晶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个水晶本来应该是云那啥，被打磨成这样了。对对对，可以。这个应该是被石头刮的。对，就是河水河床冲刷，被石头刮的。看看还能再溜达溜达。有货，有货！大个水晶，我靠，这个水晶真大，这么大个。可以。可以呀、啊。好、啊。又有动力了，都准备回家了。都快走到车旁边了。兰兰，兰兰，下来再溜达一下来，捡到好货了。
想买的，人家还不卖，不卖自己捡。自己捡，对，稀罕你们。他那种是金，我这是水晶把剑了，都变成磨圆了都，都在这河床里边磨圆了。刮了好大的风，那边乌云过来了，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应该要下雨。赶紧撤了，今天还不错，有收获，而且还是个大货，鸡蛋大小的。他们说这个不叫水晶，说这个叫黑钻石。还可以，捡了个黑钻石。啊，上个厕所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一块水晶。哇，一打灯全透，得这样斜着打，正着打看不出来，太亮了。看，哇，超级美。像钻石一样，洪流提提神儿，咱们准备出发。啊，继续出发 ，Let's go。哇，前面这风沙大的，刮大风，把那个河床下边的那些沙全部卷上了。白沙湖这边了，看从那边看过去。这边还是很漂亮了，今天这个天气就比较好一点。好的白沙湖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好漂亮，超级美。但是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得赶快的赶到驻车地，我们现在还得开两个半小时，现在已经是6:30了，哦，4:30了。开出山区了，这边又开始热了。我们这一天啊度过了三季，我们今天早上驻车那个地方是春秋，对吧，然后后来开上来的是冬天，现在又进入夏天了，要开始穿短打了。去阿克陶县，说我们在这儿要右转了，然后半仙儿去进入391线道喀什去取包裹，他有个包裹在那边，然后再来和我们会合。从这儿到喀什的话30来公里，还好，来回的话70公里。我们先找一个驻车地，然后再等半仙过来。工作人员给我们说前面有限高杆2.4米的，我们过不去啊，只能是在这儿掉头啊。往回走的话我得绕过去，我们先出去了之后停下来，我先找一下，我看看地图。很麻烦呐，和田走的话，土河高速上不去，土河高速走这一节过不去。还得回喀什，啊？还得回喀什，从喀什过去吗？对，只能从喀什绕。走314国道，那就给半仙打个电话，说古城停车场。啊？也可以不停古城停车场，可以停在别的地方。想加个水，主要是。就是不知道喀什里边它没有有水的。就是在我上次打水那个地方，只能一点点打，那太麻烦了。这下好了，又过回夏天了，继续过夏天。娜娜，咱们又到夏天了，嗯，这个咋整？你又要开始热了，嗯，这个咋整？你小小样子，严丝巴拉的，严丝狗。
好，我们现在要找租车的地方。哎呀，这是个麻烦事儿，在哪儿租车，这是个麻烦事儿。还说想找个加水的圈，结果还是喀什古城停车场。疯了呀，疯了呀，又回去了。好，柴油加满，加满哦。哎，加满。计量已回零，请确认六号。问这个有没有自来水？有倒是有他们，但是是在这个他们的那个叫什么便利店里边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加的话，你得一桶一桶去加。这就太麻烦了。啊，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，依然是这里，因为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。主要是这儿吃方便，在这儿加水呢。你先去找地方停车，我和半仙在这儿加水。